大家都打卡的这个嘉陵山的这个大石头啊，坐在这里看风景很漂亮，对面也很清楚的、很清晰的看这个澳门塔。这是澳门的娱乐城，下面应该是大石头的这个位置。如果想走快一点，应该用不上三分钟就可以到这里。同时走上去呢是这个墓碑，然后上山的路呢要从这个碑的后边走上去。有个小路，这里才是上山的路。我身后呢就是湾仔中学，然后顺着路走进来几十米，这里就是嘉陵山的登山入口。如果开车过来呢，先在路边找个地方停车，停完车到这个入口的正对面，这边有个小亭子，旁边有码，扫个码登记一下，然后给这个护林员确认一下，就可以开始登山了。湾仔中学这条登山路线呢，大概三分之一是铺的水泥的台阶，然后三分之二是土路。尽管现在广东是梅雨季节，每天都会下点雨，但也没有那么难走。我今天穿的是普通的运动鞋，稍稍有一点点滑，所以就稍稍注意一下就可以。嘉陵山的这个登山的难度跟这个山上风景比起来，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。老少皆宜，值得来看一下。然后我现在那个湾仔中学对面的万富老茶餐厅喝了一杯奶茶，吃了一个红烧牛腩，来结束今天的登山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